个王乃相在王培生的几个儿子当中呢，属于武术方面下功夫比较多的一个，年龄上也比较年轻。他现在出场表演的是八卦掌。八卦掌的理论基础啊，起源于易经当中的易理。八卦掌由八个单独的掌势变为八组的64个掌势，以这个围圆走转是这个八卦掌的练功的基础。所以看着是王乃相先生现在在舞台上总是围绕着这个圆圈走转。这个八卦掌的这个走转的这个也是练神导气的一个基本方法。技击呢以掌为主，以走为先，分上中下三盘，拧旋走转，形似游龙，行云流水，连绵不断。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的科研部的康克武康主任呢，今天上午说了，王老在去世的时候，他专门打了唁电，打了唁电的时候是说了一句，就是王培生先生在八卦掌和太极拳方面有多建树，就特别是在八卦掌和太极拳方面呢，在武术界方面的建树是很突出的。八卦掌在练习当中呢，讲究闪展进退、推脱带领、扳扣截拦、拧果钻翻，圈中有圈，层出不断。另外，八卦掌的器械当中是有刀、枪、剑、钺、棍、七星杆、双头蛇、判官笔、点穴诀、方天画戟等等。现在请这个王培生先生的弟子张耀忠先生准备太极八法。在下一个节目是这个再传弟子谢守忠等表演的这个佛尘剑。刚才在预报当中呢，说起来这个四正推手的表演者是王培生先生的弟子关振军和弟子李宗甫先生。弟子关振军和弟子李宗甫先生，他们在第17个项目。
张耀忠先生是这个王老师的比较早期的弟子之一，工作实际上在北京市体委的保卫处。 张耀忠老师的这个关于太极拳，还有推手方面的这些著作，还是挺多的。在这个拍摄光盘的过程当中，记者采访的时候，这个专门有张耀忠老师的这个镜头。他现在出场表演的是太极八法。 在早期，王培生老师到外面讲学或者是办班的时候呢，张耀忠老师跟的次数比较多，所以他的这个录音材料、照片以及文字材料搜集的也比较多。最近在《五魂》杂志几乎连着好几期刊登了张耀忠老师整理的王培生老师讲课的资料。
这是入室弟子张耀中的学生，再传弟子赵茂华，他表演的是八卦三手掌。 这趟三手掌是王佩生老师传的，他每一趟都是以这个老僧托钵起势收势，套路本身简洁朴实无华，而且呢，积极性强。 不仅有健身作用，而且是有明显的积极防身的目的。在纪念王佩生老师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当中，能有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来的一些门人弟子、再传弟子，在这个舞台上能够。 中国的武术呢，这个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这个各种门派，这个还是百花齐放。虽说是同一个这个祖师爷王佩生老师教的套路，但是可能有不同特点。好，表演上。 上海的武术太极拳的代表人物是马月良，马月良的弟子有一位是叫李立群的，今年也80岁了。去年王老去世的时候，专门打来烟店。他在全国的一次表演当中，曾经专门表演武术太极拳快拳，而且是年近80，腿抬得很高。他在香港还出了一本叫《武术太极拳快拳》。 叫做武术泰拳快拳，但是要领和规则都是按泰拳的来的，就是上下相随，这个沉肩坠肘，这都是一样的。某种意义上，快拳比较适合中青年人的练习，对于健身，这个还有很好的这个功效。当然也要求训练者有比较好的基本功。 好，大家为谢真的精彩表演鼓掌，掌声鼓励。
这个快拳对于这个以腰为轴要求的更严，而且整个的这个上下相随，要求的更高。 咱们通常所说的奥妙无穷的太极拳就是这样，它是内涵很丰富。最近高壮飞老师不是专门出了一本就是《千姿百纹太极拳》，还有一本科学的研究太极拳的两本书。咱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门人弟子来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来研究发展传统太极拳。 现在场上表演的是形意拳，哦，这是五行连环。这个形意拳讲究五行十二星，五行是指的金木水火土，就是通常所说的劈崩钻破横。 把这个劈拳、崩拳、横拳、炮拳，这些呢，把它连起来就是五行连环。
吴明是这个宣化塞北武校的校长，是张全亮老师的弟子。他现在表演的是李子明先生传的直趟八卦六十四掌。 一个是王佩生老师传的，一个是李子明老师传的，稍有区别。这个是，他一共是八趟，每趟是八个动作，总共是64个式子。现在吴明办的这个河北宣化的体，武校相当好。张元老师是带来13个美国的学生到。 到北京来，在前台表演的是太极拳，中间的是八卦掌，靠近花篮的是表演的形意拳，他们可倒是随便长服。 好，他们三位，大家鼓掌表示鼓励。好，杨德泰在山西晋城这儿办了一个德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武馆，培养了众多的学生。八极拳讲六大开，顶抱胆踢胯缠，他讲刚劲儿。 劲劲很好，有那么一点张旭初当年的劲头。过去王培生老师在1947年和高瑞洲老师组建汇通武术研究社的这个把兄弟老大张立堂就是练的八极拳。好，八极拳真好。李如波先生，他原来。 是河南柳河著名的新一六合拳专家，这个吕厚芳的得意弟子，后来又进了王培生老师的门。他在乐河啊，温室泰拳发展的很好，凡是他的学生，一个是进新一六合拳门，一个是进王培生老师的温室泰拳门，但是发展的相当不错。乃是新一六合拳第三代传人。 Thank you.
高双飞老师是王培生老师的早期的弟子。记得原来在王老在讲推手课的时候，曾经当时就讲，如果有哪一位朋友愿意上台来试试的话，可以到台上来试一试怎么推手。当年还真有一些人上来，通常都是高双飞高老师。 来出场。现在高老师和高老师配合的，这是张耀忠老师的弟子。张耀忠老师也是王培生老师的早期的弟子。下面请张全亮的太极推手准备。 他们俩太极推手，推得很谨慎。高双飞老师最近出了两本书，一个是《千思百问太极拳》，还有一本是将要在香港出版的，叫《科学的研究太极拳》。好，欢迎。 现在汤铁军老师现在在首都体育学院专职来研究武术工作。哎，看看这个演练，实际上是随机的，慢一点，别上别伤了。汤铁军老师当年在北京市推手，在一个量级当中他是得冠军的，全国推手得亚军。好。 请王乃相的太极推手准备。这个穿黑颜色裤子的是丁汉杰，丁老师，他多次在全国太极推手的拿过冠军。 而且是拿了冠军以后，又拜的张全亮老师。这个常常是渐进、使进、借他进的，是这样。就是，无师太极拳推手讲究以柔化为主。 丁汉杰还是一位企业家，生意做得不错，还。